保卫天下，其男子虚礼人间，为有功。元帅，那陆文龙干么就是陆安州节度使陆登之子么？正是此子。闻得他父命丧金人之手，为何反之仇人？想当年打破陆安州，此子未满三月，他也能知晓。原来如此，啊，元帅，待小弟死得一计，混进翻营，顺舍陆文龙归送元帅一下日后。这，啊，贤弟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容本帅思之。贤弟，请吃掌料理军务，去吧。告文退。放手。
何王宗有何妙计诈降反意深深鲁文龙不好，很无憾，皇上，你看那汉室苏武卫吕，一个相顺不过，一个执意不向，每日施展淫邪，忠心不改，真乃忠民国别了。要你断臂此情的计，要你断臂此情的计，铁指想那要你断臂此时公子情计，此乃大丈夫所为，我
王佐，何不学他一言说，以报公恩也。
将军为何这般模样？尔等不必惊慌，来来来，只有诗信一封，臣与元帅若问你老爷，就是另有公干。是。这来，尔等不可走漏风声，为领这禅。遵命。我死又死不了活。
何受罪，枉郎只收留曹丕。我家不信你的谎言呢、郎之不信，现有断臂为证。大一股扛来，岳飞呀岳飞，相与不相，但凭于你，为何下此毒手？起来起来，多谢郎君。王佐，你既真心归顺孤家，孤收留于你就是。多谢郎君。你既归顺我国，就是金邦的人了，必须与他改过名儿才好。是啊，改过名儿才好啊。他叫什么？苦啊！哎呀，招啊！因为孤家吃了苦了，就叫苦人儿吧。苦人儿甚好。苦人儿，从今以后，金银之中任你行走。有人问起可将断臂之事，与他们失明，顾命太医与你调治臂膀，下面歇息一去罢。啊，多谢郎君。老身薛氏，当年在陆安
鲁登鲁大老爷腹中已为日娘，只因狼直打破鲁案，老爷尽忠，夫人尽戒而死，可叹不满三月公子被狼直与我一同罗到北国，可恨我家公子反把仇人为父，至今一时鲁在冤仇未报，思想起来毫不叫我伤心。小凡，小凡，与我拿下了。啊，老太太，莫要高声，我乃南朝一个残疾人，蒙郎师收留，改名苦人儿，就是我。今日特到后帐瞻仰包丈护卫，老太太休得见怪。不错，那日殿下回来言道，雪狼之新收一名苦人儿，莫非就是你么？正是。哦，听老太太讲话，不像此地人呐。我原不是此地人士。哪里人士？我是湖广潭州人呐。什么？老太太，你也是湖广潭州人呐？真是。哎呀呀，这倒巧得很呐。怎么？我也是湖广潭州人呐。怎么？你也是湖广潭州人吗？真是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我们是同乡啊。乡亲呐、啊。这才是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啊啊啊！苦人儿，请到里面讲话。是是是是，里面讲话。啊，老太太，因何至此啊？我们既是同乡，血也无妨。老身薛氏当年在鲁登鲁大老爷府中以为日娘，只因狼直打破鲁案，老爷尽忠，夫人
进阶而亡。可叹不满三月公子被浪之与我一同挪到北国，可恨我家公子反把仇人为父，至今一时鲁灾，冤仇未报。看看我家老爷夫人的冤仇就沉于海底了。听老太太之言，那鲁老先生哈还有后啊？怎么无有后啊？那日在两军阵前枪挑怂引数员上将，那就是我家的公子啊。怎么，那就是鲁公子？正是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苦人儿，我来问你，你在松阴身居何职啊？乃是随阴参军。哦，随阴参军。哎，这个官职不小啊，你应何归顺浪职呢？只因岳飞断我左臂，故而归顺浪之。哼，你身为随营参军，不思报国，凡来归乡，似你这样不忠不义之人，满说岳元帅断你的左臂，就是断你的四肢，也未尝不可啊！你还不与我下战？听老太太之言，我此来正与机会
见，你往哪里去了啊？苦人儿，这几日蒙那些王爷平掌门唤我前去，是些个前唐后汉的平事，与他们饮酒去了。今日特到包帐与殿下请安来了。罢了罢了，怎么你还会是诗啊？哎呀呀，我是一肚子的诗啊。哈哈哈，你且稍待。哎呀，他还会是诗啊？有天日亮。哎，殿下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。有个仆人们，他会是品诗，我们一同听诗吧。仆人儿，是啊，他是哪个？先在这里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在这里。啊，仆人儿，这就是日娘太太。这就是仆人儿，这就是仆人儿，这就是日娘老太太。这是，哎呀呀，仆人儿与日娘老太太，请安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仆人儿，殿下言道你会是品诗啊？会呀。是来我们一听，殿下还要赏他个座位呀。原有他的座位。仆人儿，你请坐下。殿下在此，仆人儿不敢坐。哎，自己人甭客气。多谢殿下。坐下，日娘听说殿下爱听闻的还是武的呢？小王喜武，自然是武的好。嗯，武的好。哎，武的热闹。是啊，武的热闹啊。爱听忠的还是听奸的呢？小王喜的是忠臣，恨的是奸党。忠的好。忠的好。如此，待苦人儿与殿下说一段话柳思乡的故事，可好啊？话柳思乡，诗集宝马的故事啊。诗集宝马的故事啊。这个可热闹啊。热闹得很啊。你且讲吧。这做什么啊？哦，这是我们设施的规矩。哦，设施还有如此的规矩呀？是啊，无有规矩不成方圆呐。是啊，你且讲吧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，七雄五霸闹春秋，顷刻兴亡国寿，青史几行名姓，白茫无数荒丘，前人天地后人寿，蛇神龙争虎斗。他又来了。元耀日次，元耀日次。参此年吧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不讲前唐后汉，但说的是南朝真宗嘉庆一段故事，有家忠良信仰明彦昭。哦，杨引昭是个忠良啊。大大的忠良。是个忠良啊。镇守三关的元勇，那不过累累犯禁，被杨元帅杀得是望风而逃，
后来那伯国沟通了一家奸佞，此人名叫王钦若。哦，王钦若是个奸党，大大的奸党。嗯，那日正宗驾前早朝，王钦若一奔走到，称其万岁。伯国中有几宝马，此马头上有角，遍体生鳞，焉为日月，四体日烟。此马身高八尺，头为丈二，日行千里见日，夜走八百不眠，名为日月素霜追风驹。日月素霜，实际宝马。我朝中若有能人将此马盗来，可是天朝大国之强弱也。宋王天子王下问道：“我朝中哪员将官能将此马盗来？”那个王钦若又走到，非三官扬言招不可。宋王天子闻奏，于是降下旨意，命杨延昭取之八国道马。那杨元帅皆把圣旨回到帐中，是闷闷而不露。他帐下有员大将，姓孟明亮，字沛仓。哦，孟亮是员大将，是员虎将啊。是啊，那孟亮精通三川鲁国的番禺，进得帐去问其亲友，讨下将令。他就一日连两日，两日连三日，混进了番禺。那伯国中就无有人认得他是南朝的大将。哈哈哈，可惜呀，不到一月之功，他竟将此马盗马回来了。哎呀，大将真乃好手段呐，好本领啊。是啊，天子一见此马，时时的欢喜，赏赐孟良加封杨元帅的官职。可惜呀，可惜，可惜什么啊？可惜那马一连七日七夜，不是操了燕王伯国，大吼了三声，他就饿死了。却是为何？殿下，那马他是思乡啊。哦，那马他还回思是啊，良马比君子，皆是一样啊。日娘老太太讲得有理，那马尚且思乡，何况人乎？啊，老太太，如今的人哪，还不是那马哟？
我有了，我有了啊！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不热闹啊！夫人儿，黛玉殿下设上一段热闹的吧？哦，热闹的吧？什么？殿下还要听上一个热闹的？是啊，讲个热闹的才好啊！好，日此待夫人儿设一段我国四郎之大破龙安州的故事，可好啊？哦，可是我父王大破龙安州的故事啊！正是，这个可热闹、啊、哎呀，热闹得很呐、啊！热闹得很呐、啊！你且讲来，只有画图一幅，悬挂起来，我们大家一观呐、啊！悬挂起来，悬挂起来。大家观看，悬挂起来。啊，日娘老太太，哎，老太太，哎，你看这上面热闹不热闹啊？热闹，热闹。这是我这一只手画的呀。你一只手画的，哎呀，难为你了。难为你了，夫人儿，坐下，日娘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夫人儿，你看这上面有许多兵将，是宋军啊，还是我国人马？宋军有。我国精兵也在一起内、哦、啊，夫人儿、你看这上面有员大将，手持宝剑，自刎而亡，他是何人？那就是龙安州节度使鲁丹鲁老先生，与我国交战不能取胜，鲁老先生闻得城池已过，把持宝剑自刎一死，为国尽忠了。哦，为国尽忠了，正是。哎呀，事过忠良啊！事过忠良，忠良，大大的忠良。啊，夫人儿、你看这上面有一妇人悬梁自尽，他又是何人？那就是鲁老先生的夫人，见他丈夫为国尽忠，他也尽切而亡了，他也尽地了，真是老爷夫人啊！殿下，日娘老太太她怎么哭起来了？不是啊，日娘，你为何啼哭啊？我听得他父亲死得可惨，我伤心呐、啊！哎呀呀呀，你这不是频频是落泪？替古人、担忧啊，赵娃，你那不是替古人担忧吗？啊，我替古人担忧，我替古人担忧，我替古人担忧。玉人不是啊，玉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古人儿，你看这上面还有员大将，好似我父王的模样，为何与他人下拜呀？那就是我国四郎之哦，他见鲁老先生为国尽忠，在那里拜了他一拜。哦，我父王拜的，小王我可拜得呀？殿下，你嘛。我拜得呀，啊，可以哦，正拜哦，好好好，日此
陆老先生请上，寿先王一拜。陆老先生，殿下在此拜你呀、啊，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呀、啊。人儿坐下，日娘听坐。啊，苦人儿，陆老先生一死，为何历史不道？他仇的是后辈，不能与他报仇，故而历史不道。哦，至此时来，陆老先生还有后啊？有道是忠良不绝后啊。哦，忠良不绝后，忠良不绝后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苦人儿，你看这上面，还有一妇人，怀抱一婴儿，他是何人？那就是陆府的日娘，怀抱未满三月的陆公子，在那厢躲避。哦，是啊，是啊。此次他还在吗？在，怎么不在呀？现在哪里？被我国四郎之带回八国来了。哦，现在我国抚养。正是。他今年多大年纪了？此次他今年嘛。多大年纪了？哎、他今年嘛、他今年多大年纪了啊？啊，多大年纪了？哦，一十六岁了。哦，一十六岁，正是、与先王同根啊。怎么，殿下也一十六岁？一十六岁。哎呀呀，这倒巧得很、巧得很，巧得很啊。苦人儿，此子他可有本领？若问他的本领呐、他能立敌万难人。他能立敌万难人。笑话了，他既能立敌万人，为何不与他父母报恩仇？不提报仇还则罢了，提起报仇是令人可恨。恨朕，还他不但不替他父母报仇，反人仇人为父孽。叫什么名字？此子他叫叫什么？他叫、叫什么？柔柔啊！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叫什么啊？
他叫叫什么？柔柔啊，他到底叫我什么？他叫罗文龙啊！他当坤儿，快快说了实话，别把柔柔不让我丢杀了我！哎呀，天罪！这乃是你全家被害的故事啊！
金元帅有何差错？命你跟四面埋伏，听本帅大炮一响，一起杀吃不得有误。唐怀镇换天力，在今晚将大营转至凤凰山，得力众将而观。凤凰山去啊城。我知道了。嘿，这孩子怎么长了脾气了？八屠龙，提兵前往。
听你攻破龙安州，害死俺一双爹娘，我今日要杀哎呦，他怎么都知道了？嗯，请起大印白眼与先知先帝和魔宫。